最萌粉红新势力，日本超夯的卡纳赫拉的小动物，最近在台中草悟广场推出了快闪店，包含了超过3米高的巨型扭蛋机，这里头啊装着各种的周边商品，等待粉丝们给扭回家。还有四面环境的批注跟粉红兔兔打卡王美强，而这展出期间呢，还寄出了周末拍照打卡，前100名就可以获得卡纳赫拉的独家好礼，要彻底萌翻粉丝们的心。日本超夯疗愈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，即日起到9月22日前，在台中草悟广场推出快闪店，3米高的巨型扭蛋机，里头装着各种周边商品，等待粉丝们扭回家。那有我们这一次又做了很多限定品，就是只有我们店里面有的，就是台北没有的产品，我们这边都有一些新的产品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房子也更大，就是台北那间比较小，这间大概5倍大这样子。然后四面打卡墙，然后所有的图是全部最新的，然后都只有我们这边才有。对，就是希望让台中的粉丝也可以体验到跟台北完全不一样的氛围，而且是更大、更大、更棒的场地。一拍再拍，就是拍不够。四面环境的批注和粉红兔兔网美打卡墙，让粉丝们都能跟可爱的卡纳赫拉入境。上百款限定独家首发商品都让人爱不释手，像是这款气泡饮更是首度开卖，要让粉丝们的少女心大爆发。因为就是很喜欢卡纳赫拉，然后觉得它那个主题非常可爱，就是新的图片还有扭蛋机这样子。我是香港来的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女朋友很喜欢这个卡拉赫拉兔兔批注，所以就然后只要这边开一间这样，就开这个店，就想说来看看有什么好买这样。超卡哇伊的粉红新势力暑假席卷台中，展出期间寄出周末打卡，前100名还可获得卡纳赫拉的独家好礼，要彻底萌翻粉丝们的心。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。